大家好，我是张凌赫，然后在《宁安如梦》中饰演的是谢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白露，在《宁安如梦》中饰演江雪凝。想带一只你的耳机，问你毫无逻辑的问题，想把你当成就是耳机，行行，好，你厉害。现在你父亲第一次怎么会错呢？谢娟也许不是你永远的对对吧？是谢娟说的同意。我们 OK。 那么在今天的直播过程中呢，我们也给所有在屏幕前的小伙伴们争取了挡我的大牙花的，就是用来挡我的我加入不了他们我加入不了。对，来张大人，你们作为经常组，来你谁的？谁他是我的金黄，干掉！在这里摆什么先生姿态？来，真的，来，刚刚很先生，现在是嘉伟。先生就会非常 nice 的。注意言辞，对，不要想真人，坐着呢，不要想真人。女生气啊，不要跟他一般。已经生气了，已经生了，让我喝口饮料，怒干净一下。有时间可以去私密室玩玩吗？就是想看你害怕吓哭的样子。不，谁保护我，我都不会去的。拉着你玩，满意吗？赵大人。挂个张哥跟江老婆，确实信任同不同意？给你一座山都挖了啊！这还是只对一个人真正信任。我认识过吗？你先生是先生有病？好的了，还是最后就是我啊！你哦，然后生死完之后，江雪凝就跟我表白了。对吧？是吧？是这样。就是性格上面可能会有一些不那么极端了，因为自从遇到我的宁儿，我的宁儿之后，这样来，哎，这个是，想把你当成片森林。哎呦，我万没想到。哎呦，干嘛呢？好，来，下一个，下一位，来。她是个女儿，特别喜欢女儿。对，而且那个长得特别像妈妈的女儿。对，有点像我小时候。我就从来没有见过有一个人可以哭得像水龙头一样，真的。是谁啊？嘉伟。夸张六级，我还听说放慢了速度，啪！我的那个时期真的是天气很晴。待会有天气，阿晴有雨。没办法，就是有一个色彩，然后呢，说实话，有的时候确实蛮累的。然后，所以就是平时会穿一些油跟的鞋。然后还要再踩着苹果箱，才能基本上保持一个不错。记好。没有，有的时候头是重的话，可能看着，对，仰过去了，会这样。你这现在突然说这个话是在干啥？反驳我还是在反抗我？出现了。不然会说我吗？对吧？谁说你？哎，我这趟一直在夸你，你说了一句不然我会说你，我想听。可以啊，来我底下。哎，我可以听到那个。你唱我唱这辈子。你不喜欢我，我在旁边唱歌，在社交平台上也唱过歌。啊，一，国货还是国货？三二一，国货。五，亚体，美式还是拿铁？三二一，三二一，美式。第三题，红色还是绿色？第四题，立刻卸妆还是戴口罩？三二一，立刻卸妆。第五题，冬天穿 T 恤还是夏天穿棉袄？三二一，夏天穿棉袄。好的，第六题，要维亚半小时还是洛神？三二一，要维亚半小时。哇，刚才那个六十五，转发一年穿。三二一，别装。
A 上上还是 B 上上？三二一 ，C 上上 ，OK。啊，看到没有？三二一，跳舞。好，这是原相机还是美颜相机？三二一，原相机吧。十中九，哇！可能我想到。OK。啊？什么？机长啊？表情管理是在张雷和孙熙的时候，他会出现一个表情管理，什么？那我的头得有多大？神探巨宝不见要低空飞行，一左一右吗？来，再来一遍。你慢一点。一左一右是吧？哎呀！指了，画，天剑七，哇，唱歌都跑不上扣呀！四个人就是把自己的快乐就是失控，很圆满。一会儿我们再去唱一个戒烟，可以，或者早晚要吃。戒了烟，我不习惯。没有你怎么我怎么办？信念感，三年零一个礼拜才没关系，我们就来来来来，好像有点加入不进去，让我唱第二，我就很奇怪啊。我们为什么在？哎，这一趴给我过了，这一趴过了，行吧，然后好，过你吧，然后接下来是露露，不会是露露？好，任务达成。啊！你完成了？你手机还在吗？谢谢他，你手机。那给我拍啊！对对对，帅的啊！这个洞，你可能觉得洞。我看，是我啊，舞蹈啊，嗯，还不错。他也不图要，我觉得你动的比我要动。这不是，我在找角度，你品一下说。往右边看。往右边看。特别喜欢。我拍没拍女生，对象是不拍我是吧？啊！